圆圆正在做饭。这绿盆里是啥东西啊？蘑菇啊。炸蘑菇。这炒着吃不就行了，还要炸。那不是经常吃炒的，这也吃腻了呗，改样吃。能不能换个没有颜色的盆啊？这绿色的有点不好看啊，感觉都是色素。那你说买个啥？买个玻璃盆，买个不锈钢的。不锈钢的也行，咱们家不是有。那太大了，这个放不进脸，这个洗脸盆。这洗脸盆真方便，还是洗脚盆、洗衣服盆。我从来不乱用，好吧？那个在厕所，这个在厨房。看我们家那个，蓝色的也是洗菜盆啊。真不少。你猜我蘑菇多少钱买的？蘑菇几块钱吧一斤。我这么一大盆，五块钱。五块钱这么大盆，真不少。这是焯好水的蘑菇。干了，干干了。听到声音了没？嗯。去吃。来，朋友们尝一尝。好烫。挺香的呀，这，真香，不错。撒点那个烧烤料吧。过来接孩子放学了，回家这段时间，每天都接。走，来上上上，爸爸感谢你，感谢你。妈妈可不给你了。明天早上上的啥课？学的怎么样？很好就行。来到菜市场买点这个秀。这自己种呀，这不是很快呢？多少钱？这是还不打五块。再买点菜。看着还不错。港仔的本地打印到位了，批发价是贱。又拿了个快递啊，平台寄过来的，不知道啥东西。回到家了啊，这媳妇儿还在炸，还没炸完嘛。那五块钱的蘑菇太多了。五块钱买了这么多，这是炸干的还是？没味道怎么样？好吃就行。最后一锅了，没了。你炸完之后给你买了个礼物。啥礼物啊？给你看看，今天水果啊是买多了。这媳妇儿早上她去买的菠萝蜜，还有这叫什么，蓝莓。然后我买这个樱桃啊，大家看这大樱桃10块钱一斤，杏子的话是自己种的啊，1.5块一斤。来，朋友们尝尝啊，你们家乡这个樱桃多少钱啊？我是在河南郑州啊，城乡结合部。樱桃很好吃，酸酸甜甜的。来，圆圆，你看看，啥？这不是你的礼物吗？穷游的似水年华。谁送给你的？我送给你的。这不是平台送给你的吗？上面写的啥？礼盒一个，打开看看吧。我转给你好吧。我不要你转给我，我要他给我送一个。我也不知道是啥东西啊，来，我先看看，这什么字？来自
开封的礼物。开封，中共开封市委网信办，来，打开看看。现在还有网信办吗？这啥东西啊？这不就是这回归我妈那个年代了？这里面装的啥东西啊？明明你说装的啥？装了个小狗，点心，还有小狗，点心，鸡蛋，鸡蛋不至于吧？我看看这写的啥东西，就没那么重啊，还挺轻的。来，打开吧，洋洋。今年正主在家呀，今年是你亲开，往年都是我帮你代开。哎，这还有一个来自开封的礼物。这纸一看应该就是包点心的纸嘛。啊，这绣球，这他想让你再吃一个吗？绣球是没有啊，没有，可别胡说八道啊，一夫一妻啊，这个是不是私人送来的？这个这啥？这是啥？不知道啊，这是啥？书坛。我看那盒子上写的啥？来自开封的礼物，这上面没有写啥呀？球编的挺圆的吧？哦，有，这是花生糕，圆圆，这花生糕这样打包的吗？我想的跟书坛差不多。真空打包的，然后还有没？没有了，这个重点应该是这个吧？这个是重点吗？它这是用什么芦苇草编的球？嗯，这个我喜欢呀，这个好。好香啊，这个扯下来，来金手，这是一个小燕子，嗯，挺细致的。然后这个东西，这叫什么东西啊？学名？把咱们家房子给砸掉了。学名不就叫绣球，或者叫球？精致的，挺香的。那上面写的什么字？岁岁平安，岁岁安康。嗯，快端午节了吧？行了，就这些东西了。这礼物送的挺特别的嘛。那我就想去采蘑菇。再去踢两下球，这可不能踢啊！这一脚踢的就踢那个啥了，踢碎了，不敢使劲踢。这个礼物打开之后，真的是意想不到，和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。这是别出心裁，这是对你的一种肯定。不要在乎礼物是啥，要在乎它的意义是啥。它的意义是什么？意义是对你的一种肯定。文化意义吧，你像咱们平时是对你创作者的一种肯定，知道吗？因为我就没有，我这种浑水摸鱼的从来就没有。都不是浑水摸鱼，你也很认真啊，人啊。